我们的这个金玉满堂呢，其实是配合新年的一个产品啊。那最重要就是大家都希望在新年之前呢，能够呢发点小财，或者是能够呢找到一个新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希望啊。其实这个也是代表一个希望。那但是这个希望能不能够实现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靠某一些工具的配合。对啊，八号哦，艾达哦，八号 ，OK， 对 ，Thank you，Thank you， 艾达 ，OK， 好。那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样事情就是这个金玉满堂呢，就是配合我们现在新年呢，每一个人都希望哦有一个好的机会。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新的希望啊，一个这个财运啊，在新年之前能够达到的啊一个愿望啊，就是所谓的希望了啊，能不能够实现啊，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人呢，他们有借助一些工具啊来帮助他啊，不知道什么工具啊，每个人。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不同的变化，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接受了。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对吗？所以呢，我们要包容啦，我们要去接受啦。好，那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金玉满堂呢，都有很多的见证。那其中这个见证呢，我相信你们在微信里面都有看到啊。他说哇很好哎，报喜了、哦、那查了这个所谓的金玉满堂之后呢，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哦，跑去买这个电话号码，哇结果中了奖哦，我不知道中了什么奖，他买的那个哦是中到20000块哦，他也很老实 ,OK, 他也很老实，很可惜哦，我不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谁呢马上打电话过去哦，哎几时请吃饭啊 ,OK。等一下他说我欠你的啊对不对，不好意思。OK, 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并不鼓励呢大家去赌博啦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赌是不好的，以前很多的网红都是因为赌而害了他啊，那好像一个跟我发型差不多一样的，他以前也是很喜欢赌啊，后来呢就戒赌了之后呢哦洗心革面 ,OK, 成为了现在的最红的网红啊 ,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赌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啊，我也不喜欢人家赌，但是有时候呢稍微呢来点趣啊，来点一点趣味，就是说啊玩一下一两块钱无伤大雅啊，因为就算你今天哦你不玩这个东西一两块钱两三块钱的话，你本身过脱或者是你买一个咖啡哈，现在咖啡都不止一块多，都要两块了将近，对吗？所以呢有时候怡情也是好。其实哈，我在早期时候我去到这个云顶啦，因为我之前是从事旅游行业，我去云顶的时候哈，我每次去到云顶我都没有进赌场。OK, 这就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意志能力啦啊，你的意志能力啊强不强啊，所以呢赌这一方面来说呢并不是我的茶啊，并不是我的茶杯、啊、并不是我的茶啊，并不是我的那杯茶，但是、啊、有时候稍微怡情也是 OK 的，哎如果万一给你中好像这位朋友这样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因为啊我们不是说很怎么说呢，那句话是怎么说，习亏啊，对不对？很现实嘛啊，很现实嘛哈 啊其实呢你也不可能不现实哦，现在什么都起价了哦啊，然后呢在这一两年的疫情哦搞到我们的经济又很不好哦，所以当然呢我们爱财是天然，这个是天性来的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对吗？啊所以呢这个呢不管是什么人都好哦，都喜欢钱呐、啊，对不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钱呢，来去做一些慈善啊，捐钱给人家啦，奉献给教会啦，哦、啊，那么帮助一些穷人呐、啊，哎，这些我们都需要用到钱的，对吗？我们都需要用到钱的。如果今天哦，我们赚不到钱的话，我们也帮不了别人呐、啊，对不对啊？要。别人帮我们就不好啦、哦、我们尽量的做到我们可以帮到别人、啊、我们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哦、让自己更富足，对不对、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的、啊、我们取之有道嘛，君子爱财嘛、哦、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如果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你呢有这样的效果的话，诶，不妨可以试试看、啊、不管是什么，最重要是效果。那个产品它也是要看你用什么看法，用什么观点去看那样东西，来产生所谓的态度，而去产生你的行为，对吗？啊，是这样的情况的、哦、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的哈、哦。啊、产品是无罪的，任何一样东西事情都无罪的、啊、问题是在于这个人的身上而已哈。好，那在这里的话呢，哇，这个真的是刚好时来运转，又再配合到、啊、这个时间这个、啊、产品，那么自然就会产生这个效果啦、啊、是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啊、那么这个产品呢，金玉满堂、哦、它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里面用的都是 24K 金、啊、24K 金、啊、这些都是金箔的碎片、啊、有些他们说、啊、有些别家的产品、啊、他们说哦，我的也是有这个 K 金，我是有这个金，但是夸模你知道吗，看不到的嘞，你明白吗？所以呢我告诉你、哦、很多人、哦、他们呢可以借助一种工具、啊、这种工具可以帮助到他，如果是可以帮助到他的话呢、啊、没有、什么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之下的话、啊、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你看、哦、他们用在护肤方面真的是有一定的效果。我们不要说、啊、擦了这个是为了啊、要、啊、赚更多钱什么啊，这个是猴喜葵，对不对？很现实啊。但是如果是说诶，这个在护肤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哦啊，那么这又不同说法呢哈、啊、好像 OK， 我现在再给你看看这个 video， 我相信、啊、这个 video 呢、啊、暂时还没出现的啊，今天呢啊很荣幸啊能够呢啊，我首先第一手拿到，真的要感谢、啊、这位主人啊，这个主人就是 Crystal 啊，谢谢你啊。好，那么他在用的时候你看、第一滴你不要舍不得，你知道吗？用的时候这样敷敷敷、啊、敷敷敷敷敷敷，然后再用这个面膜 OK， 再用上这个面膜敷上去，一定要敷得很好哦，那么要湿湿的保湿 OK、啊、然后还要用手这样啪啪啪啪这样、哦、然后过后时间呢还要拿出来、啊、还啪啪啪啪啪哦，那你看那种感觉哎，有那种水嫩的感觉，对吗？啊，就是有那种水嫩的感觉哈。所以呢，啊，如果你今天哈、哦、啊、你买了这个金玉满堂，你还没有买这个面膜，反正这个面膜这个月也是有 promotion 啊，所以呢，你也可以呢买这个面膜啊啊回来啊一起再用啊，先把你的皮肤给洗干净哈、啊，你的脸给洗干净哈、啊，用什么洁面露、啊、你喜欢的、啊、总之不是肥皂就可以了，因为肥皂是很碱性的，我们的皮肤是 5.5 嘛 pH， 所以呢要用的时候就是可以敷啊。首先呢、啊、好像如果有些人他们还是不懂的话 OK 没关系、哦、我暂时、哦、做这个美容师、哦、那首先 挤在手上嘛，就是用这两个手，为什么要用这个手不用其他的，因为这个比较柔和，不会伤害到你的手，不会伤到你的皮肤啦，你的脸啦、哦、所以呢就是用这个无名指，这一方面就是先给它打泡嘛、啊、先给它打泡嘛，打完这个泡沫、啊、不要想到不同地方哈 OK， 打泡沫、啊、打完泡沫之后呢就轻轻的搓哈、啊，轻轻的搓搓完了泡沫就洗脸嘛，洗脸哈，洗脸就往上提嘛哈，很多都是往上提，你不一直往下拉哈，到时候呢你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呢，你的脸好像那个沙皮狗这样，你不要找康师傅啊啊，记得哈，要往上提的那种手势哈，一直往上提的，这些地方都往上提哈。其实我不很会的，我不是专业哈，但是我是可以的，自己有用嘛，就是这样子打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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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圈，什么都打圈就是了，一直往上打圈了哈，就是这样打圈。然后呢你就是过后呢洗干净你的脸之后哈，记得哈，洗干净你的脸之后啊，那你就怎么样啊啊，再用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金玉满堂啊哈，你用这个金玉满堂 OK， 你用这个金玉满堂
就是挤一下、哦、不用说舍不得用了，我告诉你，你买来就是用的嘛、哦、你就这样子挤挤挤、哦、它很浓浓缩，其他的我告诉你、哦、很稀的，它没有像我们这么浓，你知道吗？很吉达吉达达啦啊，吉达达啦，就代表什么？很足料，料很足。OK， 那么这个来说呢，你就挤挤挤挤挤哈、哦，挤了之后呢，啊啊，就是把它放在手这样子来同样的搓哈、哦，然后就好像刚才哈、哦、我们的啊 crystal 这样 ，OK， 好像我们的 crystal 这样子呢，啊来去啊给你做一个示范这样情况对吗？啊就是这样涂啊，啊涂完之后呢再。放这个面膜，再涂涂这个面膜，擦完这个面膜呢，啊，三十分钟，你再把它脱下来 ，OK， 哇 ，beautiful， 我告诉你，金玉满堂，你会看感觉到哦，你的这个皮肤会有亮点，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亮点？因为哦，那些24K 金哦，都进去了，打进去我们的皮肤里面。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做的那个美容，就是整容啊？整容就是埋那个金丝线嘛，埋那个线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有的话呢你可以打333、哦、你有的话你可以打333，他们埋那个金丝线在这些脸，就是让它有往上提的效果。 OK， 那他用的不是铁线啊，铁线会生锈，为什么他用金丝线啊？为什么金丝线？因为它可以呢让你的脸、哦、更加的亮。 OK， 更加的亮，所以呢用的就是本身是这个矿物，就是最高的一种金属啊，就是黄金啊，就是这样埋线埋线埋线嘛、哦、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东西、哦、啊，对啦、啊、埋线，所以呢我们这个呢你就是不用去动刀动枪这样子来动动枪动动枪啊，动刀动枪这样子埋金丝线，你就是用这个面膜，就是那个不是面膜啦、啊、用这个所谓的 serum 啊，就是里面有这个24K 金嘛、啊、你就是这样子来给它打进去、啊、那让它有那个光泽，有那个光点，而且呢、啊、在某一方面、啊、他们相信、啊啊、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他们相信、啊、金是代表什么？金是代表权威，金是代表什么？金是代表荣华，金是代表富贵、啊、金是代表呢金钱、啊、就是代表就是无上的这一方面对吗？啊，不管你是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不管是什么宗教也好，我们也不是讲宗教的东西哈。那么这里呢，这个就是代表呢你的这个情，代表你的这个权威，这个象征 啊就是所谓的象征。 OK， 象征，我在想的时候哦，对对，象征啊。所以呢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很多都是往好的，都是往正能量那方面，我们就是讲能量啊，能量，其实金是有能量的啊，你必须要相信金是有能量的，不然的话以前不会弄什么金字塔啦，然后呢这个迪拜不是用那个黄金酒店啦、啊、那个文莱不会打金啦、啊、哎，那个泰国的佛像为什么会粘那个金箔呢？全部都是给他一个什么荣华富贵，也是代表一种尊敬啦、啊啊，说另外一种说法了，就代表一种尊敬咯。所以呢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金在人的人的这个心目中是代表什么？代表呢金钱，代表富贵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金箔是很有效的，在我们的这个脸啊，在我们的脸上哈、啊、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好，那在这里来说呢，你看、哦、很多人、啊、尤其是女生、啊、为了爱美、哦、真的不是一切代价都会把它拿回来、哦、还好现在这个金玉满堂还有货。 OK， 还有货。好，你们都买了吗？啊，我不知道你们买了没有，有些买了，有些还在考虑、哦、考虑什么？因为这个产品哦，真的有这么好的 promotion， 原本公司只是说一盒，现在呢搞到呢他给你两盒，就是买一送一盒，买一送一盒，买一又送一盒，现在不止买一又送一盒，哇，公司又发神经了，又送到一个小的给你哦，就是说你用这样的价钱哦，买两个大的送一个小的，买一个大再送一个大再送一个小，然后哦他还不甘愿哦，他还要送你这个磨砂哦，琥珀哦，这个是琥珀，琥珀呢
是地底下的 一束子、哦、在地底下整千年整万年之后呢，它凝聚形成的一种好像玉的东西、啊、好像玉的一样东西，它只是这样的磨碎，而且呢它的这个颗粒、哦、它的颗粒它磨砂的颗粒、哦、都是圆形，它不是三角形的，三角形会伤害皮肤吗、啊、那它是圆形，所以你磨起来、哦、不会说很不舒服，很舒服很柔滑的一种、哦、这个所谓的、磨砂，然后呢又提供一些能量，毕竟呢它是一种矿物，矿物对我们的人体都会带来一些能量，就好像、哦、我们吃的蔬菜一样，蔬菜能不能够给你带来能量？可以啊，你没有食物，透过这个蔬菜的话，你哪里来营养呢？你没有营养的话，你哪里有这个 energy 呢？对不对？所以呢啊，万物之间呢都会存在一种就是叫做能量啊。那在这方面的话呢，不单如此嘞，哎，我告诉你，公司真的发神经哦，他还给你面膜，他还送给你面膜，所以呢，你不用买面膜哈、啊，你都有多一个面膜给你，因为他公司想到说，哎呦，你如果是说这个买了之后又缺那个，那个买了之后又缺这个，还不如一次过沙杜咖喱给你啦，哈、哦，沙杜咖喱啦，印尼咖喱啦，沙杜咖喱给你哈、哦，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哈、哦，全部一套的。给你一个好好的美容，你看啊，水蜜哈，我告诉你，水蜜最捧场，为什么水蜜最捧场呢？因为哈、啊，我告诉你，他受惠的太多了啊！打从他接受了这个产品之后哈、啊，他点点磨出香，我告诉你哦，他真的受惠很多啊！你要知道什么受惠，我们这里不方便说哈、啊，点点共好好了哈 啊，让他告诉你哈、啊。让他告诉你好不好 ？OK，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这沙杜咖喱哦，什么都给你哦，很不浪都给完你嘞，哎，很不浪都给完你嘞，所以你说哈、哦、啊，过不过分？公司真的这样的情况真的很过分喽、哦、啊，什么都送给你啊 ，OK， 什么都送给你呢？所以呢，在这里哈、哦，你们都买了吗？啊，你们都买了吗？那这个金玉满堂那。在这里来说呢，我们的这个金玉满堂呢，它有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启动时空的能量。时空的能量说起来可能很虚，对不对？很虚，但是有什么东西现在不虚的？我们现在搞网络，我们现在呢透过这个直播啊，可以呢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哎，真的不可思议嘞，哎哎，我们这里拍东西哈、哦，其他的国家都看到，哎，真的不可思议嘞。如果是我们用正常的想法去想的话，真的想不出来。但是它确实是实现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时空的能量，不管你什么时候啊，你都会发出你的这个所谓的能量。OK， 所以呢，这个呢，怎么说啊？是现在都知道的事情啊，你要必须要接受这个时空的这个转变啊，时空的能量。那还有呢，启动财富的能量，哎，有没有这个效果？你就要去问那些见证啊，因为目前来说，真的实在哦，太多见证啊，透过这个产品啊，把它当成一种工具啦，哈、啊。把它当成一种工具，当你拥有时候呢，你才会吸引到同样的东西进来，对吗？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呢常常有看到一些书籍啊，有写的什么吸引力法则？之前这个吸引力法则是来自一本书叫做《秘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叫《Secret》啊，西方人所著的啊，就是说所写的一本书，因为透过这个秘密呢。真的让很多人呢马上哦、好像我戴了这个眼罩这样子砰这样子醒过来，你明白吗？之前还找不到答案哦，那现在就是透过这本书砰一下子，喂，销售量真的蛮高，因为很多人都认同，因为那时候呢没有人说嘛，但是现在有人说起来哦，他就知道。那后来呢这个Secret、哦、出了书多不多？多啊，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哦、有很多书啊，那些好像说吸引力法则啦、哦、吸引力法则你看很漂亮嘛，对不对啊？那还有呢是什么？还有呢这个、哦、秘密这本书嘛，对不对？就是刚开始出现的这本书，然后呢、那么这个、吸引力法则钥匙就是让你怎么启动这个吸引力法则。那还有呢后来的一本书、啊、就是这个所谓的魔力，对不对？魔力
啊，魔力啊，魔力是代表它是魔吗？它这个书是魔书吗？是药书吗？啊，不是哈，哦，这个是让你知道它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啊。OK， 魔并不代表不好哈。OK， 那么魔术会不好吗？魔术也是一种啊，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对不对？啊，好像说信念啊，信念方面就是最主要，其实最后来了就是看我们的信念啊，所以信念很重要。什么叫信念？信念就是说你相信那个事情，你相信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让你产生能量，让你产生力量，这就是叫做这个所谓的信念力啊，信念力。OK，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哎，这个真的，哎呀，真的啊，很多很多人都误会了啊。说实在哈，啊，我们真的啊，说实在，很多人都误会。那么这个来说呢？金玉满堂还可以提升你的人缘跟贵气啊，因为这个金玉满堂来说呢，它会散发一种天然的香啊，个天然的香，因为这个天然的香是来自于呢那些玫瑰啊，还有牡丹的那些香味，所以呢，这个呢，好比如西方人以前用的香水，我们用的花露水嘛，对不对？中国人啊，东方人用的花露水，西方人的用的是香水，我们将它集合了之后呢，成为这个所谓的金玉满堂。所以呢，当你本身有那个香气出现的时候，人家会不会一直嗅那个香气而去靠近你，对吗？啊，同样的吗？啊，像那动物，他们有那种所谓的麝香，麝香能够吸引了雌性啊、雌性啊、雄性的动物来靠近你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神力怪论的那种啊。OK， 那这个来说呢，就是一种很特别，你就是用一种方式来去解释，就是好像香水这样子，对吗？好像香水哈，啊。那么在西方人呢，我们就叫做吸引力啦。啊，在这个东方的说法呢，就是招贵人的意思咯，招人缘的意思咯。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才会哈，有什么的想法跟什么的态度和行为啦。啊，在这方面的话呢，那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更特别的，就是什么？提升淋巴循环。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周围啊、耳朵周围啊，都有很多淋巴。淋巴最主要是什么？排毒。当本身呢我们的身体有毒素的时候呢，它会让你的皮肤很暗淡，所以呢，当我们本身呢透过某一些产品啊，让它啊打通了之后，让它有循环之后呢，它自然的啊会发出什么亮度，再加上配上我们的这个金属，就是所谓的啊，这个24K 的这个纯金，所以呢，才会让你达到什么效果？容光焕发的效果，容光焕发的效果，对不对啊？容光焕发，你可以打写出来给他们去看一下哈，啊，容光焕发的那个效果出现啊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对吗？啊，每个人啊都希望什么？都希望我们就是说靓仔嘛，哦，就是希望我们靓仔，希望靓仔是什么？让我们呢就是说很亮，哦，有那种亮度，所以呢人家才叫你靓女靓仔，对吗？亮是什么意思？有亮光嘛，哦，才叫你靓女嘛，难道是叫你安女咩？还是要你叫王磊咩？哦，这个不是这样说嘛，哦啊，靓仔靓女就是亮度嘛，有一定的亮度嘛，哦，所以呢才叫靓仔，才叫靓妹，哦啊，容光焕发，对，没错了，没错了，哦，所以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的好，哦，真的非常的好，哦，那我们一一的解释好不好？哇，很快耶，时间今天过得很快哈。那金呢，在中国的文化象征富贵荣华，在西方也是如此。所以呢，不管你在什么时候，金就是一个象征，象征呢高贵华丽。OK， 然后呢，如果在我们的身上
啊出现的话呢，唯一就是说人家穿金戴银啦、啊，你看啊，安奶奶哈啊，不是，对不起啊，这个有点好像妙思这个情况哈、啊。印度人呢啊他们本身呢也是要提高它的亮度嘛，就是戴黄金啦、啊、来提高亮度啦，对没有啊？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让你肌肤容光焕发哈、啊，那这个最好是借用一些工具，那黄金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我们本身呢，它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可以呢有减缓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消耗，增加我们皮肤的弹性啊，提亮我们的皮肤的肤色，刺激细胞的这个紧肤的那种啊效果，还有呢改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血液循环，那补充水分啊，保持皮肤的水分水平啊，让它很 even 啊，防止哈、哦、你的老化出现呢。所以呢，你看金好不好？非常的好嘛，对不对？金是非常的好嘛，你看玉哈、哦，它还是可以在治疗方面呢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是草药嘛啊、哦，它本身来说呢味甘性寒，就是它稍微呢有点寒，但是呢这个是属于呢滋阴的啊、哦，滋阴的那种效果哈、哦，它滋阴的效果还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带来就是保湿。保湿，让我们的皮肤、哦、有那种湿嫩的感觉、哦、不会干干干净净很 dry 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可以淡化黑斑、欸、淡化黑斑还可以怎么样、哦、美白你的皮肤、哦、话痨、欸、美白皮肤我们最喜欢听什么美白皮肤对不对哇让你的皮肤哦哟酥哟高丽哦水水哦所以呢还可以呢治疗你受伤的那个皮肤受损的皮肤、哦、防止有害的阳光照射因为我们很怕晒太阳最主要是怕太阳的 UV、哦啊、伤害到我们皮肤啊出现黑斑啊汗斑啊的问题对吗这个、哦、可以防止它有害的阳光来去伤害你的皮肤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你要知道、哦啊、这个玉、啊、就是有这样的功效、啊、而且 OK 第三是什么满呢、啊、满是什么圆满呢、啊、我们喜不喜欢圆满每个人都喜欢圆满嘛你的这个米缸、哦啊、常常要贴上什么东西啊长满对吗长满就希望我们丰衣足食、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缸呢就常常呢、啊、写着有贴着那张纸就是长满啊，就是希望说我们丰衣足食不管你有米没米都是要贴长满所以满这个字呢是什么让你丰富啊，丰富你的人生丰富你的心态、啊、丰富你自己、啊啊、让你本身呢、啊、是拥有钱财的一个肯定是拥有钱财其实有或者是没有的话就算你没有你假装有呢很快你就变成真的有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假出来的你明白吗要假假的、啊、拥有然后呢才会让你呢真正的拥有他不想给你失望所以上天呢有准备很多礼物给你、啊、如果你不断的去、啊就是说祈求的话呢你总有一天会得到你总有一天会得到、啊、那总之你心中一直呢、啊、拥有想着拥有想着拥有的话呢总有一天他会给你的 OK 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时机还没到而已啊，记得哈 OK 所以呢这个满方面呢让你保湿、啊、还可以呢、啊、保就是抗氧化的意思啦还有就是说舒缓啊修复你那个受损的那部分、哦、啊受损的那部分、哦、OK那么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对朋友哈你记得我们的这个产品哈只是单单讲到满就这么够力因为它里面呢真的满满的那些材料啊给你的它有这个保湿因子它有这个角化的 细胞毛托膜套还有呢玻尿酸你们都知道玻尿酸有什么好处的啦、哦、我们之前的面膜你看很多嘛、哦、还有呢这个神经酰胺真的你看好公司对我们那么好可以让你的皮肤、哦、柔嫩度、哦、不断的增加延缓你的衰老啊老肯定是必经的但是呢
我们呢是有呢办法给他延缓，我们不能够阻止，我们是可以延缓的啊，我们是可以延缓的，不能阻止，可以延缓，记得啊，我们不能够说哇，那个我到现在我好是好像哈、哦、没有老过这样啊，一直以来都是20岁啊，这个呢可能有点说不过去啊，但是你要说延缓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啦。啊，让你再拉长多10岁，你的人的年龄可能是70岁，但是你的样子像50岁，好不好？肯定好啊。那么你要这样的效果的话，那么你就要看你的饮食跟生活有没有配合咯，对不对？如果你又喜欢吃煎炸，又喜欢吃酸辣，又喜欢熬夜，又喜欢乱晒太阳的，那么我怎么帮你呢？什么产品都帮不了你的，再加上心态的方面哦，那所以要帮你的话，要看你这些要不要哦，转换，就是说改变哦，很重要。OK， 好，那么在这里的糖呢，其实本身是讲呢某一种糖，就是所谓的这个葡聚糖啊，葡聚糖。那我们的英超干呢，就是阿尔法的贝塔嘛。啊，不是 alpha， sorry， beta 1316嘛，这是 beta 的这个葡聚糖嘛。那我们这个呢就是 alpha 葡聚糖，然后 alpha 葡聚糖。那么这个 alpha 葡聚糖来说呢，啊，它的效果会给你带来什么？给你带来哦，这个所谓的淡化皱纹的效果啊，可以减18%呐 啊，如果是每个月减18%。那你认为 OK 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用那几百块钱哦，啊，很多人在外面花很多钱的，又打 Botox 啊什么的啊，花了好几十千，有时候还达不到效果。那现在几百块钱而已啊，那么那几十千跟几百块钱，你不要用这个几十千来去做一个什么啊，拿这个东西来去做什么？OK，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几百块的东西哈、哦，哎，就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效果，你哪里找，对不对啊？你哪里找哈、啊？你不要说要马儿吃草，然后又要马儿好、啊、又要马儿不吃草，对不对啊？我们是要看怎么情况嘛哈、啊，我们必须要付出嘛，你要有结果的话，一定要付出的。啊，牺牲你熬夜啊，就是说你牺牲你玩乐的时间啊，牺牲你啊乱吃东西煎炸烤的东西啊，就是这么简单而已的要求吧。如果是说你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啦、哦、好，那么在那个皮肤的粗糙细纹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效果啦、啊、一定有效。你不要认为是说哦，没有那种感觉，可以感觉就是看你之前伤害有多深，你的这个习惯跟饮食、哦、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这个很重要的、哦啊、如果很多东西你都不改变的话，你要怎么去、改变你的这个脸啊那方面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来说呢一定要这样子、哦、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要马儿跑就要马给他吃够草，对不对？要吃草， Anthony 说要吃草啊，要吃草，我们要吃斋啊，不是吃草。OK， 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糖方面就是阿尔法葡聚糖、寡糖，这个是属于的一种所谓的那个益生元啊，益生元。那么其实我们的皮肤也是需要一些微菌 ，OK， 微生物群这些呢来维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平衡。啊、让我们的皮肤呢、啊、更有弹性、哦、可以呢、啊、避免呢那些所谓的、啊、自由基的伤害的那种、啊、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皮肤干燥啊、湿疹炎症方面、哦啊、这个葡聚糖可以呢让我们呢、可以受到保护的意思啦、啊、那另外呢这个产品里面有放了 B3 呢、欸、B3、哦、我告诉你、哦、其实成本很高的、啊、为什么有些产品有放，其实有些产品他们有放的，他们放的料哦，它可能或许是只有安慰剂，就是说他们有放有这个成分，但是并不代表呢它一定会在你身上产生效果。我们的真的放足料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有很多回头客，为什么他们都会说出他们真正他们的感受，是因为我们真的下足的料 OK，
下足了料啊。啊，那么这个是想，这个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哈，一流的产品哦，九流的价格 ，OK， 一流产品九流的价格啊。那这里的这个 B3 呢，最主要还是什么？能够呢，让你避免自由基的伤害。那而且呢，还有呢，压制这个黑色素 ，OK， 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哦，皮肤变黑有黑斑的问题出现。所以呢，对。这个压制这个黄褐斑呢、老人斑哈、黑斑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效果啦啊啊，不过这个哈、不是这个 ICI 哈、不是粉底马上盖过去就可以了啊，那个是治标哈、让你啊让别人看的不会那么清楚，这个是彻底哈、不过呢一定要记得，天然的东西是需要时间，但是哈。要知道长或者是短的话呢，就要看你皮肤那时候受伤害程度有多深，明白吗？啊，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啊，我们人很怕什么用错产品，用错产品哦，越用越糟糕。所以呢，我们用的产品哦，你记得 ，OK， 最重要就是采用天然的产品啊，天然的一些植物产品啊。好，那为什么我们说哎这个？这个招人缘，因为玫瑰纯露啊，所以你打开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呢感觉哎有一种轻轻的这个悠悠的玫瑰花香，你明白吗？我打开给你看哦，这个，哇，它的真的是有那种效果，那个味道真的是有啊啊，只是你闻不到啦啊，你可以现场拿你的这个来闻一下，OK。那么你闻到的话，你马上你就联想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金元宝，这个是金元宝。OK， 你去马上想象一下嘛，哈、哦，你想就有了，好像那个吸引力法则这样。我每次哈、去到商场啊，我每次想说，哎，我肯定啊去到那边会有车出来让我park进去的，哎，真的每次都有嘞。每次都有哎，这个又怎么解说呢？啊，这个科学啊很难解说，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呀、啊。好像说啊，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那些经络啊，经络啊我们看不到的哦，经络看不到的哦 ，OK 啊，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哦，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好、啊，那还有的就是呢，它这个对于抗炎方面呢、皮肤炎方面湿疹也是同样的啊，有一定的帮助。OK， 然后呢，它还可以呢清除毛孔堵塞的一些累积的油啊跟污垢。我们人的皮肤哈、会之所以暗淡哈、是因为这个凹凸洞的问题。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有很多那些肮脏的东西哈、那些垃圾哈、堵在我们的毛孔那边。所以呢，当你本身皮肤光滑，你自然会不会产生那个折射啊？那个折射那方面哈、就是直接很平滑的那个光面才会产生亮度，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啦。然后呢，还有就是牡丹保湿、缓解抗氧化，这些全部都是一定有存在这个产品里面的。而且呢，他们说哇，这个产品哦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呢招人缘，就是因为它香味啊，就好像我们用的香水这样吗？香水以前中国时代东方时代都没有的啊，哦，那么这个是招人缘是什么意思啊？让人家感觉到那种香味，哇，很想靠近你 ，OK？ 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可以透过嗅觉哈、来感觉到你的人，来感觉到你的人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香味的，就色香哦。其实我们人都有色香，只是看它本身大或者是小而已。OK， 人都会的，人家说皮丹什么的那种，好像那些动物里面都有香味嘛，哦，那么这些西方人都是有采用这种东西来成为他们的那种吸引人的那种哈、那种物品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来说呢，都有真实的嘛。OK， 好，那在这方面的话呢，这个牡丹呢，它是可以减少老化的现象，刺激发红的皮肤，让你的皮肤有亮度、那这个还可以呢舒缓你的神经，哇，让你感觉到很放松很自然。所以呢，同样的你涂在身上的话，哇，那个味道人家感觉到很放松。当人家感觉到放松的时候呢，就觉得你是很有安全感。为什么他会放松？因为觉得你有安全感，明白吗？如果他觉得你是危险的话，他会不会紧张？他会不会绷紧？他会不会跟你有戒备性，有给你有这个戒备性？
对不对？肯定有的嘛。所以你让人放松放松的话，自然人家就会觉得你哇和蔼可亲，对不对？当他放松啊，这个是有一些怎么说化学原理啊、哦？化学原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啊。OK， 那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方面的富足哈、哦，就是看哦你本身的内在咯啊，我们的内在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有分潜意识跟表意识的两种，对吗？啊，在心理学的角度，因为我本身是主修心理学，所以呢，我在这心理学方面呢，就是有一定的一些心得啊，可以呢让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其实我们呢要拥有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必须呢首先先让自己呢心中富有，让自己心中先有，才会让外面的世界呢同样跟你一样会拥有。所以呢，很多时期呢，我们的情况哈，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如果你有一样东西卡住的话呢，那么你就先把那个卡住的东西给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呢，你才能够呢面对着这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东西。OK， 音乐人曾经有说过一样事情，是未经事宜重复发生。当你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的话呢，那个事情呢肯定会重复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呢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呢这个来说呢，一直以来都是我本身的座右铭，就是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呢很多问题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当我们解决的之后呢，你的挑战解决了之后呢，这个已经不再算是你的挑战啊，这个已经成为你的这个所谓的经验。 OK， 好，那在这里的话呢，可以知道哈，我们要有内心的富足，才可以呢得到外面的一些丰富啊，这个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 OK， 那么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怎么说很灵验、很有 power 的那种语言。很有 power 的那种语言，而那种 power 的语言呢，不是所谓的那些什么经文那些而是一个很简单的词，真的很简单的词，那个词呢就会让你可以带来了一个所谓的力量这所谓的我们的那种说法就是能量啦就好像在日本曾经有发现过如果你每天都对着那杯水讲不好的，然后一直骂他的话，他们在显微镜里面发觉到这个水里面他们的那个原子这个水原子都很丑陋乱七八糟。当你本身呢一直面对着这个水一直讲好话，一直去赞美它，一直说它好的你的水再去显微镜的这个底下所看到的，它的那个晶体真的是很美很漂亮的所以呢记得语言是会有力量的，语言是会有力量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什么语言是让我们产生呢力量，而这个力量呢会让我们产生共振呢共振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回应，回应呢就是所谓的共振。当我们说出这个话，人家有感应，他的反应过来的话呢，那个就是叫做共振，明白吗？这共振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首先第一个字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感恩。感恩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如果要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OK 的一个事情来的这个很容易讲出来就可以了。感恩无时无刻对任何一方面都充满了感恩就 OK 了，这个会给你带来了一个就是力量，带来了给你一个那个能量这个不跟任何宗教有关系你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民族、任何的一个地方都是这个都是要去做的，对不对？人家拿东西给你，你要不要跟人家说谢谢，对不对不可以说人家拿东西给你，你还要去骂人家，那个是感恩吗？那不是感恩那个是 GAN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感恩会给你带来的一个力量。因为本身来说呢他们是我们的根基 OK 他们是我们的根基那么有感恩才会有将来除了感恩之外，就是所谓的谢谢啦
好，那还有呢就是道歉，还有呢就是跟人家说我爱你啊，这三个都是很有力量的。我爱你呀、啊，好、哦，原谅我啦，好、哦，那么谢谢你啦，好、哦，对不起啦，哎，这个都很有力量的 ，OK。所以呢，记得这四个哈、哦，这四个哈、哦，无论如何怎么样都好哦，都要把它挂在嘴边，任何事情都好。哎呀，对不起，好不好意思哈、哦，啊、那么有没有跌伤啊？啊，那么有没有勾到你啊？啊？啊，这样的情况啊，谢谢你哈、啊，感恩哈、啊，谢谢你今天呢啊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对吗？啊，是这样的情况嘛、啊？啊，那么你说出这些话之后呢，啊，人家就会给你产生一个反应，那反应就是所谓的共振，明白吗？啊，就是共同的一个反应。OK， 好，那么呢，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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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yes， 然后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 ，I love you，OK， 啊 ，Anthony， 我 I love you 啊，不是我们有不同的关系哈，啊，只是这个是大爱啊，这个是大爱哈，因为西方人呢，啊，他什么就叫做都是讲我 I love you 的 ，OK， 啊，都是讲 I love you 的，你孝顺也好哈，啊，有你孝顺你的父母就是。You love your mother, you love your father 的意思，他没有说 You 孝顺 your 父母 you 孝顺 your mother, you 孝顺 your father， 没有嘛，对不对？这个英文有没有啊？孝顺啊，可能或许我想应该好像有吧。英文孝顺叫什么？孝顺啊，孝顺。OK， 好，那 Venus 哇，就都可以找得到哈，哇，厉害厉害厉害，真的中文字啊。真的博大精深呐、啊，啊，中文字博大精深呐、啊，有些真的，英文翻译不过来哈，啊，英文很难讲的吧哈，你有跟你的父母讲 ，I feel you 啊哈 ，OK， 好，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感恩哦，就是财富资源，哎，其实。哎，感恩就是财富资源，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哎，包括我也不知道。好、啊，喂，其实感恩就是财富资源。哎，财富哦，不一定是那个钱，你明白吗？财富不一定是钱，你明白吗？很多哈、啊、都是好像你所谓的财富 ，OK， 你得到的恩惠，那就是你的财富。啊，人家施恩给你，那就是财富。人家教你东西，那个就是财富。人家教你经验。那个就是财富，那些经验都是人家失败了之后所得到的、啊、要经过千辛万苦，要受到种种的折磨才会得到的经验，那个经验今天他教给你、啊、那么这个就是你所谓的财富，你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你少拐了很多弯的弯、啊、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诶，这个就是要感恩、啊、因为他施法就是说他给你一个他的本身的经验，他将他所有的经验，他以前所失败的、啊、碰到墙碰到头崩而裂的那种经验、啊、交给你、啊、让你不会再重蹈覆辙、啊、让你不会呢、啊、再走更多的冤枉的路、啊、这样的话会省了很多麻烦、啊、对吗、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财富 啊， 啊这个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对吗？所以呢这个来说呢，看我们是怎么看，最重要就是在这一点，对不对啊？但是你要记得的一样东西哦，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共振。共振呢就是说你说的一些话让人家产生共鸣啊，共鸣就是说同样的一种感觉啊，就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同样的感觉了，共鸣了啊，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啊，就是共鸣了啊，你赞成他的说法就共鸣了啊，所以呢啊，说话是很重要的啦、哦、说话会产生力量、哦、那个力量、哦、看是什么，当然我们本身呢一直以来都说好话，就是所谓的我们将我们的正能量散发出去啊，能量是很重要，对吗？不管是什么人都好，都注重这个能量，能量散发出去啊，如果是正的话，当然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对不对？正能量的话、哦、好，那另外来说呢，我们也会吸引，当我们心存善念，一切都会跟着改变啊。善念是很重要，心念也是非常重要，正念更加不用说。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所心想的 OK 都会把它吸引过来。
真的，我有试过，真的我有试过。因为我早期时候从事旅游行业的时候呢，我带到一群客人呢，很奇怪，总是有一个客人呢，同一个客人他的房间都会出问题的。我们去检查，真的会有问题。但是很奇怪，我们又没有特地的选那个房间给他，为什么他每次都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呢？他就反而说我们是什么作弄他，特地选一个不好的房间给他。他去的房间不是灯泡坏掉，就是那个水喉有问题，其他都没有哦，偏偏只有他有哦，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所以你说这个奇妙呢，就是要看他本身内心所存的是什么。这个，哎，科学解释不到的啦。好啊，这个呢，本身我的体验，这个是我的体验哦，所以先给大家知道啊，这个是本人的看法啊，本人的体验，本人的经验。所以呢，有时候有些有些西方人哈，他们都有写一些书。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写书？因为他们呢，从小到大都有看书的习惯。你看哦，他们去火车站去哪里旅游都是拿着一本书来去看，对吗？啊，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华人有没有很少啊？啊，培养读书的一个兴趣是很好的。你看他们，你看全部都会写书，很厉害写书的。好 ，OK。那么这个呢，其实本身呢是来自于一个吸引力法则啊。当我们的思想有这样的思想的话，它会发射出去的。它会发射出去的，这个能量会发射出去的，然后呢就会让这个宇宙感受得到之后呢，然后呢就会给我们一个所谓的 feedback 啊，一个回报，就好像我们讲话的意思这样子，我们讲话过去人家感应到，或者是我们打呵欠，诶，我们打呵欠哦，旁边的人都会打呵欠的哦，你有没有感觉到奇怪？你不感觉到奇怪吗？你不感觉到奇怪吗？啊，你打呵欠。他人家他也旁边也是打呵欠，为什么？共振啊。OK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就举例给大家哦，举例给大家知道哦啊，原来是这样子的情况哦，这个叫做共振。所以呢有好的想好的你就会出现好的，有不好的你想不好的它就会出现不好的哦，所以呢很多东西哦都是往好那方面想。往好的那方面想的话，不好的事情呢都会变成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小时候老掉牙的时候都有听过。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那个塞翁啊，他本身啊就是两父子住在一起，有一天他的马跑掉了啊，他的马跑掉了，他的隔壁的邻居都说很倒霉啊，那个马跑掉了啊。但是塞翁却说哈，没关系，我认为呢，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好事。结果呢，第二天哈，那跑掉的马哈，居然带了几匹马回来，哇，他很开心呐 啊那个邻居就说，哇，你就很好喽啊。那么那些马这么多跑带那只马这么好，把其他的都带过来啊。那么第三天、第四天呢，他的儿子呢去训练那只野马。结果呢不小心被野马呢摔到地上，他腿断掉。 OK， 那么邻居就说，哎呀，你看都不好的，这个马真的很倒霉，你他回来之后啊，你的儿子你看马上就摔断腿了，真的不好，对不对啊？那么塞翁说什么？哎，很多事情哦没有到最后啊，你都不知道好还是坏，我觉得哦肯定是有一个原因，都是好事啦。结果不久之后啊，朝廷招兵去打战哦啊，就到他的村哦去招兵买马，很多壮丁、哦、都被招去当兵，只有他儿子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儿子的腿断了，他儿子的腿断掉，所以呢全村里面只有他的儿子留下来，其他都拿去充军。所以你说好还是坏？那好，你是好，你说好还是坏？肯定是好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好事啊，我们只要想好的，它就会有好的出现。就算不好，它最后呢，其实它也会给你一条明路出来，明白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焉知非福的意思了哈，塞翁失马。好，那么在对呀 ，Anthony 厉害哦。好，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哈、哦。如果你今天你不会说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其实哈、哦，我们在敷面膜啊，哦，在做这个
敷的时候啊，你是可以一面敷一面在那边看这个啊。我们可以念 ，OK， 我们可以念啊。有时候说，哎呦，不可以嘞，我们这个面膜粘了之后，等一下会皱皮怎么办？啊，那么你心中有词就好了嘛，你就默念了嘛。哦，感恩我拥有的一切啊，什么，你都是用感恩。OK， 我是金钱，金钱就是我，我和金钱呢都是合一的。那么你就冥想嘛，冥想我有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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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凡事都想好的就 OK 了的。 OK 啊，凡事想好的你就 OK 了的啊，你不要想象一半的时候，哎，万一带去龙岗怎么办，他就给你带龙岗啊。好，所以呢你就要想好的就 OK 了啊。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记得啊，对啊，每天都念哦，啊，每天都念哦。所以你看哦，那些安弟哦，他每天都念很唠叨哦。哎呀，是啦是啦，可以啦可以啦，没问题啦，他很唠叨。哎，他这个就是咒语来的，你知道吗？哈哈啊，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说，要讲好的 ，OK？ 就好像唐三藏哦，跟那个孙悟空哦，一直在给他念的话，哈，孙悟空都顶不顺，对不对？但是呢，唐三藏讲的都是好的，对不对？啊，他在讲。哦，你哟，这样子对不对啊？是这样情况吗？所以这里的话呢，啊，这个本身呢是真的有这回事，真的会有影响啊，真的会有影响啊。所以呢，啊，今天我分享的这个可能或许长一点啊。OK， 当然我们是当着聊天，这样你就感觉到时间很快过了啊。如果是好像念书这样的话，我看哇。还没有结束啊，到现在还有啊，还有啊 OK， 那这个金玉满堂哦，30毫升大瓶的，小的是5毫升。我听过一个传销商他说，哦，他曾经买了一支是一支15毫升的啊，一支15毫升，记得哈，我们的是10毫升 OK， 他的是15毫升，哎，15毫升200多块，15毫升200多块，我们是30毫升，也就是等于说外面的牌子哦，他要卖给你的这个产品呢是500块一瓶 OK， 500块一瓶，记得哈，外面哦像这样子的 15ml 已经是200多，我们的是多少钱？如果是跟它价格比较是500块一瓶，是500块，现在我们是买大送大，再送一个小给你，你看多少啊？不要认为说哎呀便宜肯定不好，我告诉你，公司的仁爱立场才会有这样的产品给我们，不然的话财雷都熟啊，对不对？所以呢记得哈，要感恩哦。明天啊老板出来啊，啊明天老板也会讲这个金玉满堂，你要跟老板说德里玛嘎谢当雷玛嘎信德里玛看戏，啊，就是德里玛嘎谢马来文的翻译，啊，所以呢记得，啊，要去感恩，啊，懂得感恩才会有将来，啊，所以感恩非常重要，啊，好，那么最后是什么，啊，给你看看这个 video， 是刚刚出现不久的 video OK，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我自己已经空瓶了2瓶，开箱一个正装30ml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满满的金箔烯润，主要帮助我们紧致提亮美白，深度保持修复还有抗衰老，它的质地非常轻松，也很快吸收，一点都不黏腻。现在凡是购买一支正装就会额外多送你两支金玉满堂，一支磨砂膏和一盒面膜，再来就是这个精油贴，它的操作非常简单，而且看起来也很精致，大家可以滴入自己喜欢的精油，这样长时间戴着口罩就不会觉得不舒服很闷热，重要的是大家可以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一次过全部拿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拜拜。OK， 我们感谢我们的 Crystal 啊， Crystal 呢真的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做这个 video 啊，来做这个 video， 我们在这里呢很感谢我们的 Crystal， 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啊，应该不在啊，不在没关系，我们呢啊发出时空的能量哦，发出时空的能量来感谢我们的 Crystal 啊，能够哦等你们看戏了，对的 OK， 那么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Crystal 说，带你们看戏，带你们看戏。OK， 好，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金玉满堂啦。那这个金玉满堂的话呢，你看它还有一包东西我都忘记了啊。这个就是啊 ，Crystal 呢给我们呢啊提醒我才知道哦，对哈、哦，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们时常戴口罩啊，有些口罩不好啊，或者是你用的时间比较长哦。你有时候讲话你喷口水嘛，你喷完口水之后那个口水粘住那个口罩，那不是有那个口水味，很臭的口水味，就是自己的口水还这么臭，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呢用这个这个小粒子、哦、那个 magnet 来的、哦、magnet 然后这样粘上去、哦、它那边黄色的那个电子有不同颜色不影响的，那你只要放那个 energy 哈，那个 energy 在哪里啊、暂时不在啊，有啊有啊 energy OK， 你放这个 energy 嘛、啊、这个 energy、啊、这个 energy 呢、啊、这个 energy 呢、啊、你就点一点，你可以呢直接用那点来点、啊、放在里面，要免疫的套住、啊、你吸到那个味道都很舒服啊，很放松啊，它还可以屁你那个口水味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我看我这个拿这个麦也是要去喷这个 OK。好，那在这里的话也可以喷 iSet 也是可以喷 iSet、啊、喷这个 iSet、啊、喷 iSet OK。 好，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是、给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这个 promotion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好 啊所以呢不买的话真的很洗白 啊真的很吃亏 啊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啦、啊、现在